反正今天特别晒，因为昨晚下了个暴雨嘛。我们来这个山顶上，就是来那个年叔叔的姐姐的那个住的这个村子里。他说让他给我打电话让我上来，说他们邻居家包括他们自己有好东西给我，让我收。哎，所以我走上来，我在这等着吧，实在走不动了。这个大这么毒的太阳，走了一个多小时了才到这里。再往上走真的有点受不了，因为今天太阳太大了。走了还晒不晒啊？好多了。啊，好多了。对，好多了。晒的话，我再往这边搬一搬。对，雨后晴天。嗯。这边看看怎么样？你要不要喝口水？嗯。你要不要喝口水？你先喝。哎呀，先喝吧。哇。来，你先喝。你先喝。太苦了，真的辛苦你了，还陪我这样。不辛苦，不辛苦。你先喝着吧。雪燕用热水泡那个，保质期可以放一年多都可以随便放的。对，我们在云南哥姐叔叔阿姨们，家人们，后面这个风景怎么样？后面这个风景美不美？我们就在这个路口这儿等着吧，因为这儿现在有两条路了，都不知道往哪儿走了。嗯，家人们，现在给你们看一下，这边有两条路了，这儿两条路了，所以说我们不知道往哪儿走。嗯，来，喝这个水，就在这儿等着，应该是这儿没问题吧？我让你不要来，你偏要来，你看吧，受罪。怎么样受罪呢？家人们，这是幸福，知道吧？这哪是幸福呀？嗯、我怕你头晒着，待会头疼。头疼。头疼，我给你用这个。用哪个？你要干嘛？我给你弄一个好的。你要给我弄一个帽子啊？对。你确定？你猜一下我要弄什么帽子？没地方，我们在这儿等着就差不多了，就是应该就是这个方向了。我们说好了在这儿汇合，然后他现在还没到嘛，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开直播聊天啊，也谢谢大家。哇，我们直播间已经1.3万人了，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真的是太开心了，好吧？你确定你还会弄帽子啊？会呀、啊。嗯。我给你弄，家人们，你们知道我要弄什么帽子吗？等一下啊。我给家人们弄来看一下。嗯。哎呀，好累哦。你更累了吧？我都累了，你更不要说。一年哈，嗯。我都累了，你更累。是吧？还是在家里面好一点哈。啊。还是在家里面好一点吧。我觉得，不管在哪里，跟在食物身边就好。哎呀，你怎么可以乱说话了？家人们，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是吧？是的话，全面打一个柿子。我觉得在家里，在家里如果没有食物在身边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好。然后在外面虽然热一点晒一点吧，这个山里面逛一逛转一转，然后你的头有点大，我头有点大，这个待不了，这个只能我来带。在这山里面来也体验这样子的生活，我觉得这辈子以后我们不管是一年以后或者两年以后或者三年以后再回味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定是很美好的一段回忆。就比如那天我们车子抛锚了，我觉得我这辈子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回味起来，这一段事情应该是我们这辈子很难忘的一个经历。所以说不管现在再晒的太阳，再大的太阳再惹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享受这个我再给你弄一个旅途的喜悦，哈哈，我觉得很开心啊。家人们，你们应该能懂我的这份开心来源于哪儿吧？懂不懂啊？能懂的话打一个懂字，好不好？甘甜甘甜，哈哈。叔，你这样怎么看着像一个小野人一样啊？哎呀，这个不行，等我一下哈。要不然我来给你弄，我来给你弄吧。你会弄？啊。算了，我来弄。等我一下啊！等你一下。哎呀，没有刀。这个经历是很难得的，因为如果啊，说实话，我们都是中规中矩的按照自己的人生走。其实，我跟十五这个相识就是一个点的问题。如果没有通过这个相遇的话，那我们后面的一切事情可能都是为零。我们两个现在走的方向啊，可能就是不一样的。
然后是完全是另外一条人生轨迹。但是我们现在是缘分让我们相遇的，是这个，我觉得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是让我们相遇了之后，我们哎一系列的故事都会那什么，对不对？哎呀，这个戴着舒服一点，头戴凉快一点。真的？真的假的？真的。嗯，那就好。我再给你弄一个。嗯，缘分，缘分。对呀、啊，这个缘分这个东西是很奇妙的。你看，怎么都强上缘分了。你看，就如我们现在直播间，你看1.4万人一样，茫茫人海中，嗯，每天你看我们有这么多老朋友。如果是我们老朋友，从一开始就关注我们，一开始就支持我们的，全屏扣一个一，让我看一下有多少人可以吗？让我看一下有多少人可以吗？全屏扣一个一啊！因为你看，就这么大一个世界，然后我们1.4万人在这个地方相遇，在这个地方我们能，你们能看见我们，我们也能看见你们的公屏，然后你们给我们打字互动，我们觉得很开心，真的，每天有你们的陪伴，我觉得是幸福的。是满足的，是甜蜜的，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家人们陪着我，是不是陪着我们，是不是？嗯，哇塞，家人们，你们今天都在干什么呀？今天忙不忙啊？今天忙不忙？嗯，今天忙不忙？不忙的话，来聊一聊天呗。不忙的话聊天，今天应该周末哈，家人们，我们全屏打一个周末愉快。我的天，一满屏都在一，全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今天周末的话，大家都在休息，都在家里休息是吧？都在家里休息，是的话就打一个是字，好不好？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哈哈。不忙不忙，嗯、不忙就陪着15吧。然后等一下那个梁叔叔的姐姐，等一下。嗯。哎呦，不行，这个树不行，很容易就断了的。嗯，那你是不想给我弄一个了？你只给自己弄一个？啊，不是只给自己弄，你干脆戴我的草帽，你的草帽可能会更好一点。这样还要戴那个发簪呀？因为那个布纹。你这个太可爱了吧！这是什么造型啊，家人们？我这个对。没事儿没事儿，反正就是我们在山里面，你就当一个小野人一样啊。来，你带我的草帽。山间小精灵，好，好，带我的草帽。好的，没事啊，我带我这个自己的这个防晒帽也行。嗯，就这样吧，挺好看的啊。防晒衣。不，因为这个头太阳晒着，感觉就很热，头很热，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带着这个好不好看，家人们啊？带着这个好不好看？好看的话，全屏打一个好看，让师傅看到，让师傅看到，好不好？哎呀，不好看，嗯、就随便凉快一下，嗯、不然太热了。基本每期都在看、啊、谢谢谢谢，真的真的太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陪伴，真的有你们的陪伴我们很开心很开心啊。然后大家再次帮我们把赞赞往上点一点好不好，然后我们现在直播间1.4万人，每个人点个15秒到20秒钟时间，就长按住啊，长按住这个地方抖动，我们点赞点到15万群好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小燕子，嗯，像小燕子吗？你们觉得像不像小燕子呀？像小燕子的话打一个像字。小燕子啊，啊，一只鸟。嗯，我像鸟。不是，小燕子是一个。哦，我知道了，电视剧。什么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哎，夏季你来接呀。不是这个电视剧。倪萍啊。啊。哪个电视剧啊？哦哦，对对对对，《还珠格格》，我看过，我看过，我知道了。然后那里面的唱歌是怎么唱的来着？啊，没有，比我漂亮多了。谢谢你们哈，哥哥姐们，谢谢大家。那家人们，食物像小燕子的话，我像谁呀？啊，我像谁呀？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然后呢？到永远。不是，不是这样穿的，你唱错了吧，大哥？嗯，嗯，我像容嬷嬷呀！我的天、啊，比我好看多了。我像容嬷嬷是谁说的？哪个家人说的这个？我扎你！我像容嬷嬷，这个有点。我扎你！你是哇，我是五阿哥呀！我的天，你就是容嬷嬷。电视家人们哈、啊，电视剧里面《还珠格格》里面五阿哥和小燕子是。成双成对的，啊？五阿哥和小燕子是成双成对的。可是你是容嬷嬷呀。他们俩是走在一起的。可是你是容嬷嬷，我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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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个。嗯。那我，
我是五阿哥的话，你是小燕子。哈哈。那现实当中的话。不是啊。啊，什么不是？什么尔康都来了。啊，家们在谈论电视剧啊。小燕子比我好看太多了，家们，我怎么可能跟小燕子比呢？小燕子那可是明星呢，是吧？哇，家们，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我们把赞赞往上点一下，我们冲20万好不好？把大拇指放在这里，然后蹭蹭蹭的那个赞赞就会往上走。谢谢大家，谢谢。师傅，这河边风景这么美，我们在这儿。做一个有纪念意义的事情怎么样？什么事啊？啊，拍照。家人，我们可以做一个事情吗？可以的话，全面打一个可以，好不好？可是。嗯。我觉得这后面景色这么美，我觉得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留下一点，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干什么？嗯。纪念意义的事情，拍照吗？啊。怎么干什么？拍照的话，可以拍张照，然后还可以做一个其他事情。什么事啊？啊？什么事啊？有意义的事呀。有意义的事情。嗯。什么事啊？那你觉得你想在这个地方做一个什么事情？我就想躲在这里凉快一下。那我也不知道这山坎坎里面能干什么呀。啊。哇不，那个野蜘蛛。嗯，小心点啊，小心点。那个它那个弄在身上来，它会痒的。嗯，小心点，小心点。我就是突然什么掉下来了，是不是我头上有很多啊？你白大哥，你看一下。没有，现在没有。啊，刚刚从上面掉下来的。我再看一下，有没有？没有吧。拍一个双人照吧，双人照哪够呀，家人们？双人，一个双人照不够，我觉得不够，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你不要这么紧张嘛，这么我没有紧张啊，我在想这山看看你也能干啥？你说你想在这做一件有纪念意义的事情，难道你在这太阳底下跑步啊？跑步是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吗？我跑马拉松呀，我在这儿来跑越野来的嘛。那是山坎坎，你是不能干什么？嗯。也不，等一下啊，我把这个打一下。哇，他直接注册我们的手机里去了。有个非常大的虫，扒在这个手机上面。没事的。哇，这些。好好玩呀，飞人。哇塞！啊，好潇洒哈！对，我觉得下次我们一定要搞一个这样子的车。不，那个车有点危险的，其实。啊。那是别人闲着没事干，出来享受一下生活，然后就开来玩一下。我们也能享受生活呀！我们现在也是体验生活来吧。你觉得你享受吗？现在？就这么大的太阳晒着你。你觉得你很享受啊？我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光都是享受。咦呀，你这个人情话，这是情话吗？还是什么话呀？这应该是挑逗女孩子的话，在我们那边的话。啊？说在我们村里，我跟你讲哈。这不叫情话，这是实话。不是，我跟你讲，我们村里哈，你知道我们村里的男孩子是什么样的吗？家们，你们知道我们村里的男孩子是什么样的吗？你们村里的男孩子？啊。你们村里什么男孩子？我们村里的男孩子，你们知道是什么样的吗？以前有人对你说过这个话吗？师傅，这儿有个虫，你看，我的天哪！这怎么弄？什么什么虫都到处。对，到处都有这个。是不是因为我头上也是个东西哦？真是天生一对。家人们，这个词我很喜欢，全屏打一个天生一对，好不好？是不是因为我头上也是个东西啊？嗯，所以什么虫都往我身上扒了？应该不是，它是应该从上面树叶上掉下来的。啊？从上面树叶上掉下来的。这个奇奇怪怪的虫都有了。嗯。树叶上有虫，对。
我觉得这些虫都是野生的，野的一般咬就是叮在你身上，它会更痒一点。怎么全屏都在打天生一对了？我知道了。这什么？你在弄的。我手没动呀。你手没动，你嘴巴动了呗，大哥。我没动，我坐这边的。我跟你讲，你既然这样跟我开玩笑，以后我都不怕你了。你为什么要怕我呢？我就是要的你不怕我。你在 我感觉我面前就要展现最可爱、最俏皮、最真实的你，知道吧？我感觉我以前还挺害怕你的，但现在我都不怕你了。那现在他们都在打天生一对，是指的谁呀、啊？谁和谁？这里只有两个人。我们。是吗？这里不是只有两个人吗？是吧？假如有一天。假如哈。不是，我不是假如，我想问一个你问题，然后问叔叔阿姨们一个问题。以前我是特别尊重你的，然后现在的话，你跟我开玩笑，我也喜欢跟你开玩笑，这样会不会不太好？然后家人们觉得我这样对你不尊重？没有，并没有这种事。真的？怎么会这样呢？不会的。你看现在我都感觉跟你，家人们不会的，对不对？全屏打不会。我觉得十五，就是要展现他最最淳朴的一面啊。全屏打一个不会，好不好？嗯，没有，对。不会。那希望你们不要就是说讨厌我哈，因为我感觉以前的话我就有点害怕，白大哥。现在的话我感觉我都跟他谈跟朋友一样的，就我都不怕他了。越看越好看，没有，谢谢姐姐们，我这个小虫子。你为什么不怕我呀？因为你非常好呀。那你为什么怕我呀？以前？因为以前我不了解你啊。那现在你了解我之后，我在你心里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觉得你是个非常好的人。怎么了？你对这个回答不满意吗？我很满意啊。那你说我是个非常好的人，如果哈，你的心里有一杆秤，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可以问吗？可以问啊。如果你的心里有一杆秤，那我在你心里的分量会有多重啊？你只能拿公斤秤来称，单斤秤你太那个了，单斤秤不够你称。什么意思？就是比较重啊，那还用说吗？对吧？啊，是因为我体重比较大吗？不，也不是。叔，你看着我。你不要眨眼睛嘛。不眨眼睛，眼睛会有点酸的。你看着我。等一下啊。我想跟你说一个事情，你看着我吗？你的眼睛。你说啊。好漂亮呀。你怎么了？怎么又变娇羞了呢？叔，你转过来嘛，脸上有个东西，来帮你拿下这儿。还有，什么东西？嗯，什么东西？我看他。没有东西啊，脸上。有东西。我看一下镜头，你看这儿，看见没有？哪有东西啊？就这儿呀。这啥都没有啊。我给你一个东西。你手伸出来吗？我给你一个东西。
真的。东西你给我的太多了，我不要了。你把手伸出来嘛，快点。你要送我什么？不用那个了，你之前给的东西都太多了，还有很多都没用，就放在那里，还浪费钱。你不要给我买，你把手张开嘛。你不要给我买贵的东西，很浪费钱的。你把手张开嘛，好不好？家人们，全屏帮师傅打一个好字吧，师傅怎么犹豫不决的呀？好不好？全屏帮师傅打一个好字，好吧？我给你一个东西，好东西。你不要再买什么项链呀、手链呀、耳环呀那些，你买只能浪费钱。就这样朴朴素素的，其实挺好的，还浪费那些钱干啥？你买来我又不带，你让我买，我带着又不方便出行，对吧？我现在就不要买了。我现在是交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把手伸出来，我要交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很有意义的东西。家们都说好了，你看全民都在打好了，好不好？他们说那是个毛毛虫。不是，不是。是什么东西啊？嗯，是什么东西？你把手伸出来就知道呀。是不是现在看起来很憔悴？家人们，全屏打收下吧，好不好？全屏打收下。我不要东西了，你放边上去，我真不要了啊。别老是给我送东西，有这钱还不如保存起来，收节约钱，知道不？你把手张开吗？你把手张开。我真不要了。啊？真不要。真不要。不能要了。你知道我准备给你什么吗？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不能要了，因为你太好了。我什么也没有，其实。我准备把我的手托付给你。那你说我们俩一块上山的，我能带什么东西到山里来吗？我准备把我的手交给你，好不好？可以吧？好，师傅头上草叶有虫子。没有吧？我看一下，看一下，小心一点而已，我看一下。没有，有吗？应该没有，没有，没有哈。哇塞！那这个是可以通的吗？他们怎么可以一圈一圈的转呀？我也不知道。哎呀，那个，等一下，你这儿有个虫。家人们，下午好，下午好，全屏打开，下午好，我们直播间马上快两万人了哈，快，马上快两万人了，家人们，下午好，下午好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师傅，妈妈，怎么了？这个有虫啊！你的帽子就这么毁了？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是因为这个叶子可能是哪个虫要吃的东西？哪个虫要吃的东西？下午好，是有虫子，对，有虫子。哇，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直播间马上两万了，很开心，很激动啊！怎么回事？那个婆婆，给娘那个给她打个电话吧。哎呀，这女的晒太晒了，晒着晒着晒到这儿来了已经。
给那个白总白大哥，你把你手机给我，我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问他多久来。好，要不然在这儿再等一下。我们都快走到这山顶了，还不来呀？对呀。你看满头大汗的。这个树很招虫子，对，特别招虫子。要不然我们现在在等那个，家人们都知道的。我们在等那个连大叔的姐姐，就是连阿姨，她说他们村有东西，让我上来收。我走到这山顶上来了，也没见一个人。现在，啊，您这包子粉怎么吃？一天吃两次，然后每次用个560度温水，放个小白芍、平瓜3克。就直接冲拌喝，饭后半小时吃，你们不走天晚了啊？这会儿还早，4:30，4:30，而且这外面的天气这会儿很好，特别好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如果可以的话，花1毛钱帮我们点亮一下这个粉丝团，好不好？可以的话，帮我们花1毛钱点亮一下粉丝团，谢谢啊！哎，他们住哪个村头啊？要不然你在这儿喊一下，哎，你在这儿喊一下，全是森林。哦，那边，哎，那对面怎么可能听得到，师傅？娘爷，哎，网络脚怎么那么差？啊，网络卡住了。信号不好了。嗯，我的天，那因为天气有点晒啊，天有点，这边天气有点热，这边天气有点热，天气有点热，然后信号不好，也希望大家您理解一下，理解一下哈。两个人住在山里真幸福，哈哈，你们想来体验一下这边山里的幸福生活吗？想来体验的话打一个响字，不想的话打一个不响啊。我觉得很有意义的，挺有意义的，因为我觉得在这边的话。看到的景不一样，然后看到的人不一样，看到的视野不一样，会增加一方面的，怎么说呢？人生阅历吧，哈。对，刚刚有点卡，太卡了，这山上信号不太好，然后再一点是这个阳光太刺了，所以说手机会卡，非常卡。对。我不这，哎。哎。家里人到了。哎，娘爷，我等你等久，等的，哎呀！我就转一下。又太难走了。我等你等了多少岁啊？哦。终于到了，人到了，我终于等到了。辛苦了，辛苦了。要不就这吧。可以可以，哇，这儿信号好。我知道。信号不好，信号不稳定。打来我就快点这儿，赶快一点。辛苦你了，几个小时。哎呀，留太过了，留太难走了。卡卡卡。没办法，卡。打日上。啊。杨阿姨，你们终于来了！我的天哪，你们。辛苦了哟。辛苦你们了。我们在这儿也等了挺久了，哈。辛苦了。找个没虫子的阴凉处。休息一下哈。这个山里的话，这个山里的话就是虫子比较多，家人们。对。虫子比较多。休息一下。好。突然开说那什么，但是信号怎么这么卡？这会儿。信号卡哈。信号很卡。我不直接卡死了。对，信号很卡啊。现在好些了，不太卡了。家人们还卡吗？卡的话打一个卡字，不卡的话打一个不卡，好不好？卡的话打一个卡字，不卡的话打一个不卡。